你知道吗？真想去看看你，突然出现在你的面前，看到你吃惊的样子，体会拥抱的感觉。其实你不知道我此时的想法，真想去看看你，和你面对面而坐，听你诉说忧伤与快乐，体会真情的存在。这点你不知道我此时有多牵挂，真想去看看你，手牵着手走在幻想的小路，听你和我说些真心话，体会人生的浪漫。这点你不知道我期盼了很久，真想去看看你，看看你生活的环境，感受你生活的不易，体会你的心情为何如此的不一般。这点你不知道我想走进你，来这里帮你解决烦忧，真想去看看你，和你共进晚餐，体会和你在一起的幸福，让你感觉不再孤独。这点你不知道，因为我从未对你说起。真想去看看你，和你相处一段时间，感受你的关怀与温情，体会被人关怀的温暖。这点你不知道，这是我一直以来的幻想。真想去看看你，共同回忆我们走过的路程，共同携手跨过人生的路口，共同体会快乐的喜悦，共同体会幸福的感受。如果真的去看看你，你欢迎吗？你希望吗？你会以我的心境来迎接我吗？你走我不会去送你，你来不管风雨再大我也会去接你，我们之间不说想念，看看你就好了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